再来看到博新乡乡代会贵代表在主席恩坤鼎的传令之下，来到这葡萄园为博新乡的果农来代言。又讲这当地的葡萄虽然讲种植的产量不多，但是这品质甲口感拢是真好。尤其是农民胡硕佑，伊所经营的这黑皮果葡萄园哦，更加是有资源配标种，品质甲安全拢是有保障的，让消费者会当食到博新乡优质葡萄。来到葡萄园里，一拍开包着特爱葡萄，一挂搁一挂真乌真大粒的当果葡萄，就定现伫眼前。几位博新乡乡代会代表伫个主席黄坤鼎带领下，来到葡萄园内底为博新乡果农代言，帮忙果农来行销。哎呀，阿爸就会用水接无？你做，我买一只看卖，无问题，这拢无问题。就说安尼无，这咱这吼是讲惊讲，咱唔好甲切，因为咱这吼面顶这雾雾白白雾雾，这是高粉，这是一种酵素，伊对咱营对咱人体是足有营养，足价值的。吼，啊，阮你像阮咧食，我嘛是拢安尼食。滋味如何？正溜啊，正溜正香。尤其甚至你会使含皮做甲薄薄的。副主席谢新春指出，博新乡的葡萄品质水准相当高，尤其是青龙、胡硕佑的黑皮果葡萄园，更加是三度来得到比赛冠军。伊的葡萄呢，在咱博新农会呢，捌连续三届得过冠军，会使讲这打破博新乡的纪录。我相信大家若要食葡萄呢，一定会想到。咱彰化县，其实咱彰化县的葡萄呢，上好食就是伫埔心。啊，埔心上好食的葡萄伫倒位呢？伫阮油车店。阮油车店的葡萄会使讲呢，淡水县上出名的。啊，要食葡萄，爱来找油车店。啊，油车店呢有足济，各地只主产主销，像咱我边啊这个余硕少年的呢，伊的葡萄连续三届冠军，确实不简单。因为当果伫咧种植，需要气候、天候这个因素，收成并不好，因此真侪果农大部分拢无种植。但是果农胡硕佑表示，今年天公真照顾，收成甲品质拢相当好。下果摘起来，青甜，伊个果实较大粒。按冬果虽然较细粒，但是乌度好，口感真香、真 Q、真甜。因为咱这产量真有限，吼、哦、啊！若要想要食到咱当果好滋味的人，请卡诶，我诶电话0919058211。吼、哦、啊，咱诶葡萄哦，有经过吉原普啊加生产履历诶认证，所以你转去，吼毋免惊讲会有农药残留还是啥，清水冲冲诶，都会使直接连皮食。管理诶时阵啊，都做即个产量诶控制。啊，收割嘛，收割拢伊个迄个成长的空间拢有够，啊，所以伊个品质会比一正常诶管顾方式会更加好一些。用代表可视化看到安尼优质的葡萄，也向消费者来推荐。咱的乡亲，若是要食真甜的葡萄，当天的葡萄，就爱来博新乡。博新乡一粒粒的饱满多汁的葡萄，推荐给大家。看嘛，一罐搁一罐，真大粒搁真乌的吉丰葡萄，想要品尝，就要赶紧把握机会。因为搁无到两礼拜就会采收完，想要食现满的葡萄，卡手就要卡慢哦。一串串黑皮葡萄，尽在博新乡。赞！江西新闻一红馆，博新报道。